还有我们里长联谊会的会长林俊腾林会长，恭喜。最后我特别在这个阶段要特别来介绍的是我们议会的大家长，也是我们现任会长于邦彦于会长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我们于邦彦副议长。我相信在我这样大力的介绍之下，我要特别再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在议长副议长的号召之下，今天来到现场的里长总共将近71位，掌声欢迎，大家鼓励一下，鼓励鼓励，欢迎我们谢议长。各位，咱敬爱乡亲士大，咱新竹122个里呢，已经来70个里哦，来已经1/3超过了。哦，来，我今麦就要用上届隆重的心情来介绍着咱今麦来到现场，要来支持高鸿安的所有里长。咱首先金华里里长李文忠。昨天我非常感谢于邦彦现任的副议长，还有包含像谢文静前议长等等，那带队带了相当多的里长哦，直接到了现场。那这一些里长呢，其实都是最了解基层的民意，而且也是在昨天这样一个造势的场合，他们愿意现身力挺，或者是呢，就是透过一些我们的一些祝福，其实都给予我们相当大的鼓励跟支持。那我相信呢，其实网络上或者是有一些特地的媒体人在带风向，我觉得这一些都大可不必，因为昨天的画面已经证明了一切。谢谢。有里长根本没有到场，却出现在名单，且有些是前任里长或是里长候选人。我想这是高委员要回答的。里长是协助市民解决问题的第一线。对于里长，我永远心存感激。未来上任市长，优先解决里长问题，没有改变。我想选民眼睛都很雪亮。我昨天没去。那怎么会那个名单上有里长的名字？我也不晓得。所以之前是有跟高鸿安委员这边是关系不错吗？没有的。那有说就是里长这边是有曾经说过有要挺高鸿安吗？还是没有的，我们都没有讲这个事情，因为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，很多人打电话来问啊，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。我们说一下，因为昨晚的大造势其实蛮多人来的嘛，但是呢，就在里长的部分，就是被这个绿营说，其实名单好像灌水没有这么多人。昨天我非常感谢于邦彦现任的副议长，还有包含像谢文静前议长等等，那带队带了相当多的里长哦，直接到了现场。那这一些里长呢，其实都是最了解基层的民意，而且也是在昨天这样一个造势的场合，他们愿意现身力挺，或者是呢，就是透过一些我们的一些祝福，其实都给予我们相当大的鼓励跟支持。那我相信呢，其实网络上或者是有一些特地的媒体人在带风向，我觉得这一些都大可不必，因为昨天的画面已经证明了一切。谢谢。那个前县长范正中说林志坚跟沈惠宏谈，然后沈惠宏团队说要提告了，请问你怎么办？我想范正中前县长过去有相当深的在民进党的资历，他昨天在这个造势活动场合当中的发言，可能真的是他对于过去在这8年来讲的话，这个大新竹市的这样子一个执政上，他确实有很多的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，所以我想他昨天的发言可能也是有点过于激动哦。不过我相信他对于新竹好的一个心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真实到场人数是否有他们喊出的数字，外界非常怀疑。也有社群指出，有里长根本没有到场，却出现在名单，且有些是前任里长或是里长候选人。我想这是高委员要回答的。里长是协助市民解决问题的第一线。对于里长，我永远心存感激。未来上任市长，优先解决里长问题，没有改变。我想选民眼睛都很雪亮，知道如何判断，也不会被动摇。林根人脚踏实地，凭良心做事，是新竹人的好朋友。这一个事实不是随气站台就可以被掩盖掉的。我对支持我的市民有信心，也请支持者对林根人有信心。还有6天，我们票票入柜，毫无悬念支持在地的林根人，我们一起让新竹更好。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回一下说，那昨天真的有去吗？这样子。我昨天没去。
那怎么会那个名单上有里长的名字？我也不晓得。所以之前是有跟高鸿安委员这边是关系不错吗？没有的。没有，那是还是说之前有见过面，有聊过天这样子？他都有来里面啊。那有说就是里长这边是有曾经说过有要挺高鸿安吗？还是没有？都没有讲这个事情，因为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，很多人打电话来问，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。